这是只属于怪兽们的世界。 Blue Moon Friends 生活在这个甜蜜小镇，在甜蜜小镇通过这个机器的特别功能可以与外界世界连接。怪兽们经常喜欢用他们的方式接触人类的世界。哇哦，捣蛋鬼的恶作剧又来了，但是因为不能被发现，所以不能留下任何痕迹，比如说不小心把书掉落在其他世界。掉落的地方正是人类世界中 Boy Story 的秘密基地。 Boy Story 是谁呢？呀呀呀，录音室里我们记录的故事在你的耳机里面跟你说。哇哦，现在可不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得赶紧把书拿回来呀。就这样，怪兽们来到了人类的世界。Boy Story 的战争一触即发。